这是哪儿？为什么我眼前会看到倒计时？接下来，喂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我眼前会看到倒计时啊？往这张名单上的科学家，在2个月之内都自杀了，就剩你一个了。科学不存在。 物理学一，如果想弄清楚倒计时的原因，就必须玩这个游戏。停下你的研究，倒计时会消失，地球直接飞上了天花板。 小鸟一样在房间里面乱窜。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些话都是属实的，你要相信组织。那个时候。 我看到他桌子上已经放着准备汇报的材料，我就做好了决定，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永远的秘密。为了维护地球三体组织的纲领和理想，我将彻底解决向灵派的问题。 只要破坏了高能加速实验，地球科技就永远无法取得重大突破。3天后，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。它从来都不在一个固定的位置。什么？确切地说，第2公案基地在海上。 是一艘游轮改装的大船，叫做“深海日号”。消灭人类暴政，世界属于三体。到我们这里来吧，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。